还给你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的脸。哼，看来冥王之前肯定经历过很多事情吧。王妃，请。这疯女人，也知道要再见父皇时收敛吗？真是拿这个蠢女人没办法，懒得理你。儿臣苍明诀，给父皇贵妃娘娘请安。免礼，明王。听说昨晚云王在你府上死了，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个儿臣不敢说。难道还有什么隐情不成？明王妃，你来说说昨天发生了什么？陛下，长歌不敢说。说，朕不会怪罪于你们的。回陛下，昨夜本来是儿臣和明王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灵王突然跑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说得到了绝世武功的秘籍，还说今天就不宠幸四哥的王妃了，他要去练那绝世武功，说要请明王给他做个见证，因为那秘籍上写着欲练此功挥刀子功，就当着我们的面自宫了。闭嘴，简直一派胡言。吓死朕了。明王，你王妃说的可是真的？临王自宫之事，以及替你宠幸王妃之事，都是千真万确吗？回父皇的话，王妃所言确切。昨日儿臣着实觉得七弟像是中了邪，疯疯癫癫胡言乱语，还以为他是闹着玩，想要阻止时已经来不及了。至于宠幸王妃一事，儿臣身体已毁，七弟代劳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把林王给朕带进来。明王，以前明王娶的王妃都是你替他宠幸的。四哥的身子不好，儿臣理应代劳。混账东西，息怒，小心龙体，如此不伦不类之事。林王，朕问你，你昨夜可知自己做了些什么吗？儿臣偶然从高人手中得到一本叫《葵花宝典》的绝世武功秘籍，上面说欲练此功挥刀子功，所以儿臣就自了。如计划一样。一派胡言，木儿怎么会自宫？必是明王和萧长歌陷害木儿。萧长歌，哼，皇上若真是这样，那我们理应将那本妖书找出，避免以后祸害更多的人呢。